自己部落的人停车的地方多，可能自己家就没有地方停吧，甚至是会有的会直接停在马路边，然后可能有些游客看到，他们也不知道车停哪里，所以他们应该就想直接走人这样。这边车流很多，然后游客也很多，不过就是没有办法停车就留不住人呐，人就不会下车啊。 自己部落的人停车的地方多，可能自己家就没有地方停吧，甚至是会有的会直接停在马路边，然后可能有些游客看到，他们也不知道车停哪里，所以他们应该就想直接走人这样。这边车流很多，然后游客也很多，不过就是没有办法停车就留不住人呐，人就不会下车啊。我们是啊，基隆啊，有做的来租啊，嘛啊是地摩的多租，这里个人也一转人，人家做工也大把办那呀，像啊来租啊，家人老大，一转路一年了冇得来租啊，嘛啊还呀，你嘛就是那努比转人老大，都租一转转，那么都做是普通路，就是啊大个人，啊对嘛在对租啊，把大个来做定数据给，都租啊一到平那时，人家爱点嘛就嘛是啊，来做啊就人家屋里是非常多啊，更辛苦，来做个故事呢，来拉吧都，是非来做啊就人家家嘛就是啊，嘛啊是路转路就是
Avang, Lawalezu, Imazai Rinalani Santi Pulo Noya, it was Silkri, Diamaju, Toizu, Pizanan, Tomar Ahaya, Monsia Tutu, Shipuvarung Yamaju, Muda, Aizu, Papilaz, Tomamazai Rinalan. Did you belong by the Jalun?